今天又来捅野人的窝了。看到湖中心前面那个地方了没？那上面有一个大型的野人基地，今天的目标就是把它给端了。我要抢野人的地盘。我悄悄地游过去，这个部落的野人特别的多，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。啊，数一下，这里有好多啊，这还有一个恶棍，弄他们。来，都发现我了。就两把矛，屠你们整个村。来，丢石头。来，都过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我下水。哎，这野人不会游泳啊，站在那里不动了，定格了，画面突然定格了，过去勾引一下他们。哎，这是在跟我玩123木头人吗？我往这边走，待在那里啊，他们。哇，只听见后面刀光剑影的声音，往这边游。哎呀呀，你们三个地中海还跟着啊，你倒是下来啊，哎，下来我带你游泳。哎，不敢下来，不跟他们玩，上去吧，上去直接把他们弄了，我要把我的矛给剪了。哎，我背包里面没有弓箭了，只能用矛戳他们。一枪一个小朋友，还有三个，来，哎，看到没？他被他队友用石头丢到了。这野人还可以打自己，哎呀！被恶棍一斧头给抡翻了，哎，完了，我身上肯定又有伤口了。先不管他，把地中海给先弄了。恶棍虽然块头大，但是他反应非常迟钝。来吧，戳他两毛就可以了，让他流血过多身亡，不管他了，等他自己在那自娱自乐。不出五秒他就要倒，看见没，他倒了，哈哈，现在可以安安心心的把他们家给拆了。嘿嘿，瞬间光秃秃干干净净的。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宽这么平，四面环山，还在湖心的中央，这不是建家的好地方吗？我先把我上一次没搞好的猪圈给建了。我抢野人的这块地就是专门用来建家养猪的，饲料槽水槽都准备好了，就差动物了，去抓两头猪来。我记得这附近有很多动物的，我之前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野猪。来，你看这里有两只墨，但是我不打算养它们，我要养野猪，野猪的肉营养才丰富。哎，美洲狮，好，这家伙我很少碰到他。哦，没戳到他。来，用拳头撸，亲王绕柱。好了，算你识相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我刚治好的伤又是这么大一个撕裂伤口，哎呦，副甲还坏了。哎，这还来了一条鳄鱼帮我补了一口，哎呦，这下真的是完蛋了，我身上全是伤啊，手上腿上肯定都有伤。哇，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还来野人了，我的发，哎，两个野人。哦，我身上有伤没体力了，走不动了，哥
我打了，我投降了，我错了，哥，我不应该拆你们家，我不应该拆你们地盘，哥。